我看不上了。我已经结婚了，怎么看得上？对呀、啊，你还结两次。你最好以后不要再请爹。请问是胡锡同先生吗？啊是。我想你今天会找我来，是阿信没空。这是我第一次登上小巨蛋，也感谢阿芳。我对你的养母滔滔江水，连我们家麻将桌都用东方不败。讲到麻将桌，他去年我家过年的时候，他来我家，然后也塞了一个红包给他。你们猜多少钱？大概有十几万。没有，我妈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红包那么高，那行了。”啊，你出出嘴哦！新芳现在从出道的时候，就从来没有感觉他会。他来上老师书的时候，脸色还苍白，因为怕我问他一些不该问的问题。但是我对他还是非常疼爱。没有办法，看不上了。我已经结婚了，怎么看得上？对呀、啊，你还结两次。你最好以后不要再请爹。从以前我们俩的感情就像友情一样，什么也从来不从来不以前像男女之间有纯友情，我们俩之间是真的是真的，对吧？他每次都对我唱刚刚那首歌，我听得都不落泪啊。他一直对着我唱，你喜欢我的歌吗？一直对我的歌，喜欢我的歌吗？那我走了。这是小巨蛋，这不是那个联美大歌厅，太好了，很多的医生长辈都在这里。对对对，你看，都急忙的表示。今天是一个场合，他们不会那个十六吨的音乐，不然我就十六吨了。开玩笑。不是，你们乐队是交响乐啊，不是不是歌厅秀啊。对对对对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观众想听我们唱歌，因为我们超唱，大家刚刚听完第一首歌就已经喃喃自语。歌怎么唱这么好？我是被腐蚀埋没的歌手。对对对对对，要不然轮到二姐，我跟十几座金曲奖了，开玩笑。所以我们今天两个还要再合唱一首歌曲。对，这首歌也不是我们俩的歌，因为他的歌真的不好，所以我。可以，这里休假，你跟我也可以。我也是百忙之中来的，对对对，非常尊重你。这样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也不要唱你的歌，你也不要唱，好吧？我们选一首看别人歌，随便我会的歌大概两万多首。家的完全来表达完。